记者庄汉昌斜线台南报道。台南市机车业界成立台南市机车业界王定宇之友会，推荐最有行动力的王定宇担任市长。王定宇感谢机车业好朋友的栽培，使沿将台南打造成光辉繁荣的城市。王定宇表示，机车行的密度和手摇饮料店不相上下，深入基层，他以前的服务处隔壁就是机车行。机车业的服务讲求精准、快速、贴心，这个服务精神给他很大启发，也成为他从政的气力。王定宇指出，机车业是了不起的行业，许多是整个家庭投入，服务整个社区的居民。一间机车行，平均一天有10位客人的话，100间店就可以服务1000个人，10天就可以接触10000人。机车业是民众贴心的好朋友，他参选市长也是要让市政府成为市民的政府，让市民感到满意。会长简言中表示，机车业是最基层、最贴近市民生活的服务业，而且服务不分品牌。而王定宇服务不分选区，行动力强，是最适合担任市长的人选。